粉丝的交流平台 Weverse 于2019年正式推出。22日 SM 娱乐以大动作宣布进驻该平台，替旗下艺人 BoA、 东方神起、 Super Junior、 少女时代、 SHINee、 NCT、 SPA、 Lights 分别开通交流专区。而让粉丝们非常感动的是， SM 娱乐竟然特别为已故艺人钟铉设置一个版面。只见 SHINee 专区的简介中，官方上传了一张钟铉的大头贴照，并写下 SM 娱乐男子团体 SHINee 成员，清澈嗓音与出众的歌声，具备作词作曲全能发展，主唱是 SHINee 与 SHINee World 永远的 Bass。 据悉 Bass 是钟铉在2015年推出的首张迷你专辑，带有回归原本做音乐初衷的含义。而这段暖心的介绍词一出，让粉丝们感动表示 SM 娱乐从来没有忘记钟铉是永远的主唱啊。